Be careful， 你嘅运动拍档。Miss Diana， 最后一届街头运动会点解要喺沙田搞嘅？嗱 ，Rachel， 沙田咩运动场都有，又有单车径，要蛙艇就有城门河。车神黄金宝都系喺沙田长大嘅，可想而知沙田有嘅运动细胞有几咁劲啊！所以我哋未搞过运动会，俾佢哋大展身手咯。玩法非常简单，首先越过啲障碍，再射个波入个笼度，转身射个三分波，再将个网球连续打三次，最后将高尔夫球一杆入洞。只要你可以喺一分钟内完成，你就可以得到限量版沙田有贝兰一个。想知沙田有拎唔拎到呢个别注版贝兰，我哋即刻去片。有打乒乓球、篮球、篮球呢阵间，你应该篮球好有信心咯，系嘛？好啦，一开始阿 Resto 就一跳咁就跳过晒啲栏啦，一射企唔稳啊，差两个波位哦。唔紧要，企稳嚟多次，好波嚟到阿 Rest 强项啦，就系篮球，睇下点先。哎呀，再嚟多次，好仲框入嚟到 turn ball 啦，记得要打中三下、哦，一下两下，第三下，哎呀俾阿伯伯分咗心中柱，一下两下三下，搞掂搞掂，快啲啦快啲啦，嚟啦俾我一杆入洞我睇下得唔得啊，阿 Rest 睇好你啊，好准备好中啊，好嘢，用37秒完成咗，连观众都笑笑口啊。系你有冇觉得？呢度入边边个游戏最难啊？网球，因为打嗰阵时都会撞到个棍。咁可能因为咧呢个咧我哋会拉直啲打嘅，未必会次次都咁近打嘅。咁样摆喺度俾你哋玩咧，俾你哋试玩咧，因为我哋系都想大家可以去到边就可以 spot 到边。如果俾你拣一样拎走，你会想拎走边样咧？我会拎走呢个嘅球门。因为咧，我对足球冇乜认识，想多对佢多啲认识。咁成绩咁好，当然要颁翻个奖俾你啦。咁我而家就将呢个沙田友嘅背囊送俾你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做运动。中意打排球同埋跳舞。哇 ，Sandy 好轻盈咁，跳开舞果然唔同啲啊吓！嚟个扫把脚，哇，真系好似踢开波咁。篮球又难唔难到你呢？哇，单手入波。12秒嚟到 turn ball， 好多人都 kick 喺度噶吓，一下两下，哎呀争少少，睇嚟遇到挑战啦。好喺30秒过后，终于打完三下啦。喂，放低快拍得噶啦 ，Sandy 系冇时间啦。嗱，仲有3秒，俾心机吓，一杆入洞，哎呀，细力啲就得噶啦。喂 ，Sandy， 你就嚟打晒我哋啲波咯。好，最后终于搞定了，用了1分13秒，成绩都不错啦，恭喜晒！边个是特别比较 challenging 的运动呢？就是那个网球，揀一样东西给你拎走，你会拎哪一样呢？足球啊！足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小时候踢球。这个你觉不觉得很方便，可以家里都踢到啊？可以啊，可以跟我表弟玩添。可以跟表弟玩，一流。我见你最开都是跑开步的。啊，跑步。呢位伯伯好似用轻功咁就过晒啲栏啦，踢波就通常拦唔到伯伯嘅，睇下点先。啊，冇错啦，一下搞掂啦。嗱，啱先 West 同 Sandy 咧都两球之内搞掂，又睇下你搞唔搞到先。第一球喂掟女仔唔计啦，第二球拨入去多唔计，好似都有啲难度咁噃。唔紧要，男人大丈夫唔好轻易放弃啊嘛。啊、好波终于入到啦，嚟到 turn ball 睇下你发挥成点先、啊、好似打得唔係好标准，不过唔紧要啦，肯参与好好㗎啦。嚟到最后高尔夫球就睇你发挥啦，好睇下先，一 Q 搞掂，成绩都唔错，排第二，恭喜晒伯伯你啊。本身有冇玩过任何呢啲运动㗎？足球比较少，高尔夫球都比较少。有冇諗过我哋可以喺就咁一条路上面摆晒5种运动出嚟咁方便呢？好少啊。啲产品觉得系咪都好方便，轻便携带呢？系啊，其实都鍾意好似嗰啲独木舟㗎嘛。哦，嗰、那个吹气独木舟。哇，有意思啊，想买嗰、那个。喂，想买冇问题，到时嚟沙田分店啦，我哋都送埋呢个袋俾你先。多谢你先。唔好咁讲，唔好咁讲。多谢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你认得个田字呢个咧？好叻喎！沙田，沙田嘅朋友就叫沙田友啦，即系你就系沙田人啦。好耶！记住佢就系真正嘅沙田友啦。耶！限量版嘅沙田友背囊，多谢你嘅。我哋即刻攞个沙田友背囊嚟俾你先，咁都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做运动。最后提多次大家，我哋沙田分店已经开张啦。好耶！多謝大家都上万呢
个 challenge 嘅话，埋翻去自己 set up 都得噶。如果想要过沙田有袋嘅话，就要嚟沙田新铺做会员，买满100蚊就可以得到，先到先得。下集再同大家一起做运动 ，Keep on 你嘅运动频道。哇！好叻喎，跟住咧，哇！